妈，孔云飞，你刚刚叫了什么？妈妈。妈咪在呢。妈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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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小宝也是要上小学的小大人了，可以自己睡。妈咪。小宝，你怎么来了？秦氏出品，味道绝顶。妈咪。哎。妈妈。你再叫一声，姥姥。太棒了，小宝，叫姥爷。姥爷。叫你呢，这孩子今天怎么了？小宝，这位是。果果。果果你好。叔叔你好。叔叔，妈咪。你妈咪不在。妈咪。都说了，妈咪不在。妈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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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，你应该叫宁放哥哥。哥哥。小宝乖啊，来抱一下。喂，小宝。妈咪。哎，妈咪要先去山庄，咱们待会儿见，好不好？小宝，怎么了？妈妈在山庄。等我。喂！静姐姐，早好不好？阿姨。都说了叫姐姐。阿姨抓鱼。别用。那我用什么？手。你不让我用工具，让我用手。小宝，你妈咪呢？抓鱼。抓鱼，妈咪，怎么啦？妈咪坐爸爸车回家，妈妈一起。那吃完饭，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。妈妈一起。小宝，宁医生找你妈妈干嘛？